不过我讲真的，我今天邀请你来呢，除了就是很惊喜之外，我想要郑重跟你道歉。你要跟我道歉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在我很小时候，然后，因为我讲真的，我小时候，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差不多，我们俩明明是同年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小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许怀玉超级正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小时候就哇，这个女生那么正，然后又不可能认识到，所以就是有点故意去骂你，吸引你注意，所以我真的今天要跟你郑重道歉，这样子。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有怪兽，大怪兽，小怪兽黏着我，一口又一口吃掉我本来很愉快的生活。越级打怪，别去淘汰，一不小就被淘汰。呀，无心打菜，把盒子打开，抱怨着结局好烂。呀。有没有人想怨天尤人？问你还有没有恨？呀，有人有余，却有点有余。可能我真的有病。有怪物，有怪物，有怪物缠着我。有怪物 ，so fly to 小白兔，来不及救怪物，新怪物，大怪物，烦得我。有怪物们在乎，好多话来不及说。你快乐吗？你忧郁吗？我游戏吗？呀。输得的囚禁他，你快乐吗？你犹豫吗？我游戏吗？呀，输得的囚禁他，最讨厌被问到你还好吗？还可以。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为什么停啊？该不会有人要来踢馆了吧？很出息，九天玄女驾到。降落，降落，再降落，舞台升起，绝体信徒造一声，尖叫声，徐怀钰，这边尖叫声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有怪兽，大怪兽，丑怪兽黏着我。不过我讲真的，我今天邀请你来呢，除了就是很惊喜之外，我想要郑重跟你道歉。你要跟我道歉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在我很小时候，然后，因为我讲真的，我小时候，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差不多，我们俩明明是同年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小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许怀玉他妈超级正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小时候就哇，这个女生那么正，然后又不可能认识到，所以就是有点。故意去骂你，吸引你注意，所以我真的今天要跟你郑重道歉，这样子。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有发现，就像你在唱那个Do you remember 你好吗？这是我1998年出的歌曲，所以我相信我在你心目中应该是个梦中天使。哦，你今天玩这么开哦，太好了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，超级扯的。因为其实我发现，其实之前我们有开会聊天嘛，他其实不太愿意唱这首歌，可是在我百般邀请要求，只差没下跪之下，他终于同意了。这首歌是什么歌呢？我是女生。
着红苹果，你不要像无尾熊站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啊啊啊！傻瓜姐姐，你不要学奥迪尼罗，穿裤在那巷子口埋着我，你不要写奇怪的信给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吴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我发现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蓝安，我是魏轩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，我是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